来了啊！我们晨晨就是争气啊，吃了药就退烧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玉姐，昨天晚上你几点回来的呀？12点不到吧？姐姐，怎么回来那么晚？干活啊？哎，今天是周末，你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吧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我约了人谈事儿。你看你啊，一天到晚的呀不着家。 你呀、啊，是把这家当旅馆了吧？啊！一大早晨呢，忙啊忙啊忙！哎，给我，你快进屋补个觉。哦，张奶奶。没事，我一会儿要去商场给家人买些东西。玉见，听见没有啊？你开车送狗狗一趟啊？啊，不用妈，他今天忙着呢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哦，啊，走走走，你要找车车呀？哦。 如果当初早知道圆圈中的生活竟是这样，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还是开启前往上海的人生。